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海煮鱼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，哇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奇葩游戏吧？看这个画风。那么这一款游戏名字叫做《Save the Boy》，中文的话可以叫做《拯救男孩》。游戏一开始啊，我就来到了这个地方，这个画风啊，好奇葩呀！救了一个人。Hello， Have you seen Tommy？你看见 Tommy 了吗？我找不到我们的孩子了，这人是我老婆啊。我觉得汤米应该是去森林里面玩了吧。Please，快点把汤米带回来吧，天要黑了。这是我老婆是吧？好吧，那既然老婆要求了把孩子带回来，那我们就带回来吧。这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这个地方只有三个房子？住在森林里面的一户人家吗？这是谁啊？Tommy，Yeah，I think I saw him playing in the woods。我看见他在森林里面玩。哦，这是邻居吧？应该。哦，这里好像还有个人。这是谁啊？这是老爷爷吗？我曾经帮助过修建这里的风车，你要记得，即使在我死掉之后，这个风车依然会在这里等待着汤米的儿子出生。哎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虽然说这句英文啊，我是理解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翻译。但是我之前说的应该没错啊，也就是说这个风车它可以存在很久很久。这个是汤米的他爷爷吧？应该是。OK，那所以现在汤米走丢了，他说他在森林里面玩。爸比来找你了，汤米。汤米，哎，汤米，哦，这是汤米啊。Hello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这汤米被什么东西给抓进去了？我要进去吗？哦，我进来了。哎，嘿，汤米不在了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哪儿啊？有一把枪，哦，这是要干嘛？这是恐怖游戏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不是奇葩游戏吗？什么叫什么声音？骷髅！哎，怎么不能打的呀？这枪有问题吗？这枪是怎么打出来的？哎，不是，这个枪很奇怪呀，打不出来的呀。哎，这开枪好奇怪，这为什么开不了？你听，这枪开不了啊！你看，哎，怎么又可以开了？哎，什么鬼呀？这个，What the fuck？Oh my god！哎呦，这是把新枪。哎，换枪好了，换枪就可以了。这手枪有问题吗？OK，哦哟，这个地方好大呀！哇哇哇哇，等一下，感觉有点不对劲。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会有骷髅怪？我感觉这个像一个闯关游戏啊！你们这些怪物长得真搞笑吧？你们的 BOSS 在什么地方？BOSS 出来吧，装子弹呢？哎，这子弹又装不了了，我的，这游戏有好多的 bug 啊！我有些按键是不灵的。门开了，啊？门开了，OK，我往前走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血瓶吧？应该。哦，哦呦，这什么？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狼人吗？哇，狼人死了！我的天呐！这脸狼人脸做的真搞笑。哎呦呦！哎呦，我对这游戏有点无语。你毕竟是一个冒险游戏嘛，你好歹把怪物做得厉害一点啊！这算什么呀？一下就倒，我觉得这游戏好垃圾啊！我的妈呀，粪 game！Tommy，哦，这是 boss 的地方了吗？这场地这么大，是开始打 boss 了吗？赶紧出 boss 吧，别给我来这些小怪啦！这小怪真的不堪一击的。哎呀，boss 直接出来吧，别搞这么久了。What the？哎，这什么？我能进去吗？这哪儿？哎，Tommy，爸比在这里，不要跑啊！这个熊孩子。，Tommy 呢？Tommy，哦，Tommy 在前面。Tommy。又不在了，Tommy，Tommy 在哪里？
哦，这里这里，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跟爸爸回家吧。Oh my god， 又来一个传送门。好吧，走，再次解救汤米了。怎么又来到这个地方啊？哎，我枪呢 ？OK， 枪挑出来了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冲啊！拯救儿子！什么什么？我的妈！我去，这么大，这是 BOSS 吧？打你钉钉！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这游戏好像有 bug。这个枪你是很难换子弹的，哎，又可以换子弹了。你看，哎，有时候可以换，有时候不能换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还被打烂呢？啊，他这个钉钉怎么这么坚硬呢？哇，好多哇，好多小怪！打你小丁丁，让你断子绝孙。哎呦，这 boss 好烂呐、啊！我打你一枪，你就这样站着不动啊？你这算什么 boss 啊？我可以一直开枪，一直把你卡在这儿。哎呦，这游戏好垃圾啊！哦，死了死了，我终于死了。Tommy， 我儿子在叫我。哎哎哎，爸比在这儿，爸比在这儿。等一下啊，爸比先把剩余的小怪给打死啊，马上就来追你。好了，死光了。哎，汤米，这熊孩子跑哪儿去玩了呀？跑这么危险的地方玩啊？你差点把你爹的命也给搭上了啊！哦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应该是成功了吧？我把我儿子救出来了，带回了家里。老婆，我把儿子带回来了，我厉害吧？哎，老公真棒，老公好棒棒哦！为什么这个森林里面会有这么可怕的大魔王 ？The end， 结束了。What the fuck？哦，游戏就这样结束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烂游戏啊，好垃圾啊，我没想到这游戏会这么垃圾，早知道我就不救儿子了，不救儿子的话我就可以不用玩这么垃圾的游戏了。